没有，没得投票。来，舰长，什么都不做。打电话求救，好，拿这个神器。呼呼呼呼呼呼呼！应对子系统的崩溃，你把信心寄托在神器的上，想不到我有多吃惊！我看好不会念了。你感到饥肠辘辘，艾米尔抱怨肚子饿。注意舰长，我发现。好的，大家都肚子饿了，精力充沛，饥肠辘辘，饥肠辘辘，大家都吃喽，全员喝汤。我怎么可以选啊？我可以把你们都 ban 了，我跟你讲哦。不知道你是真的读过修复反应堆，但是泄露问题解决人，听说没有修任何人。舰长，你的身体非常健康，自保，没有任何让暂时降爱的人。要降，哎，要降落了，要降落了，看到星球了。先生，一个巨大、超级巨大的惊喜出现在我的心上，一个黑暗的漩涡状的行星出现在前方。他淹没在一场风暴之中，但是一个黑色漩涡应该是走了啦，死就算了啦，出发！没有，狼王自爆，把你们通通带走！哇，怎么变成这样子？我第一次遇到玻璃破成这样哎、欸。当我们冲着被风暴包围的星球而去，是不，神器毁了。哎呀，神器，不，神器，修理。还好刚没有用完。哎呀，什么都不选的啦，直接。哦啊，在这边就好玩了，这边是有三个点可以用。那我已经忘记了，反正就跟60秒很像，就是它本来是地图上可以让你自己标说哪个去哪里啊，但是这边就只有圈圈的才能选。那这边有个灾害等级，有没有看得懂吧？应该就是很简单。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找到什么东西，像这个就是材料啊，这个是神器嘛。那这个灾害等级就是你看有三种东西，可能外星人啊、辐射或是潮太多，那出去要三天。那像这个是机会找到石头啊，灾害等级可能就是树太多而已，那出去三天。来这里啦，哎呦怪、欸。OK， 那让他带武器。这什么盔甲？好，叔叔妹，看来快死掉了，还没啦。目标：修理飞船的通讯设备，等待下一步指令，等待有人联系你。哦，这很难呢。可惜这么 Google 跟猫念，非常成功，舰长
连接在通讯终端的通讯器发挥出了作用，这样子。干。管理一下，哎，修好了哎，牛牛你好强哦，不然牛牛你好可爱哦。哦，恭喜你看到广告了，恭喜你！啊，姿势无可挑剔，卷筒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红的？一边流汗一边咆哮。你搞定了，就是锻炼，就像是傻逼那个。哦吼吼吼吼，来吃汤喽！舰长，我们的系统运作低于最佳水平，发射器出了问题，建议你检查一下所有的引擎。而且我记得以前不是这个模式的，以前没有这个，好像类似主线任务，每只角色主线任务这个东西，以前就只是跟60秒一样，就是你一开始。前60秒让你收集东西，收集完之后再去生存。对啊，这是凶巴巴杀手欸，对不起，那个对不对？欸，那个观看数也是小雨当封面的，观看数就已经70000多了欸。你们是讲那，你是讲那个吧，对不对？游戏类型没改会有影响吗？什么游戏类型没改？你是说 YT 游戏类型呢，还是什么？哦，对，然后我今天上传那个小短剧的时候，发现它有一个游戏类型可以标记耶。我晚点应该是把那些麦块的影片分类都弄一弄。你还好吗，舰长？你蓬松的发型，说明你刚刚触电。哎、欸，他该差不多该回来了吧？没有什么人可以选。我们遇到了这个星球上面的一个居民，那个外星人带着一个看起来很重的箱子进入了，你看起来有点。快点！什么？他把他那套盔甲衣服放在箱子和架子上面，上面还有许多其他的衣服和箱子。外星人显然在洗澡，快点！你们还是会，你会抢一套，所以抢一套是这个，强行打开是这个。啊，但是抢衣服就跑啊！人要懂得知足嘛，知足所以常乐啊。还在麦块吗？我更新过了欸，我看一下喔、喔、原来你不是指 YT 喔、喔、再给我俩 FB 喔、喔、看一下欸，真的欸，所以他不能从那边用 60P 更新资讯。好了，我更新了，你们再看一下。这就是很，现在不是流行实况二选一吗？现在就是这是最早期的那种类似二选一的东西。外星出现，不得已经逃离，这个要怎么处理呢？哇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拿到。哎，他该回来了吧？哇，枪不见了，我枪没了。4-5个带着房子面具，他应该回来了吧？3天了呢。哦，回来了，哇吼，好多吃的、喔。我的天，要修了，
先修防毒面具，然后大家喝汤，先过今晚。监测附近有声音，是不是大蟑螂？是不是一只死蟑螂？是不是快没了，反正这个很多关键就是要看人格，那这些故事剧情可以不用理他吧，不知道，可能也许不知道。然后舰长，我们通信是当什么东西，走啊。那一样，这个不要走了，我们走这个啦。这个探索只有矿，就你了。好，出发。蟑螂。没事啊，啊靠腰啊！左右下角都一个人了，结果一个一瘸一拐的外星人回来了，看起来很虚弱。吓到我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26个哦，制作。飞船上出了点问题，先生，或者说你的镜头看起来窗外镜头炸了一个巨大的蘑菇云，但它被冻住了，完全不影响。有什么想法呢？神奇海螺。对啊，你们吓到了吧？应该不是只有我啊。可以救你吗？那、啊、怎么救你啊？不能救哦，看不到你了。这边这个坏蛋了，那个工作人员先把电灯打开吧。修理胶带。你饥肠辘辘，你再撑一天，再撑一天。啊你，你怎么救他、啊？不要死在这里呢，贝蒂安安。哦，这边有东西还没看。帮助外星人恢复，我怎么帮？电灯又亮了。赶到机场路路。哎、欸，怎么救你啊？我怎么救你啊？回收。Hello， 问一下哦，有没有资讯说怎么救？帮助外星人恢复，怎么办，大哥？拿药给他，他、啊、怎么拿？拿不了啊！啊，你去死啊！等一下，我还没喂他吃饭。死掉了，舰长你嘞？舰长，舰长，吃饭啊，舰长，舰长，你吃不到吧？舰长，快吃饭！
舰长，快吃饭，舰长。带回了很多矿物，然后石头。好，休息吧，今天先休息。制造，汤汤水水升级，要电池。你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汤剩十个啊，升级什么好啊？升级枪，电池十颗，升级它。我们重新求婚，带有那个小外星人，他看起来非常糟糕，可以用几种方法帮他。你要想什么吗？拿胶带捆绑他。肚子也太大了吧！仔细，我已经能忘了他的。你可以出下急救枪的。我又饥肠辘辘了。那你好一点了没？哦，你真气好了。回收这个很不划算呢。资源不足啊，矿物能做什么啦？面具、胶带。我记得，我忘记了，矿物好像可以做其中一个东西，矿石。辐射区。好了，就派你去了，加油！啊，你到底能干嘛啦？现在非常冷，但是袜子把你不在饥肠辘辘了。我们收到卫士的加密请求了。到底矿物能干嘛啊？我要回收什么？啊，你不用吃东西的哦。吃，先往嘴里塞再说。嗯，在脸上的快乐的表情，然后迅速转变为恐怖果实，一般都蠕动着。哎呦！哎呦！
紧张，我紧张到空气中有紧张。来，用这个。不，然后你开始跟袜子吵架了。不，袜子没了。哦，袜子也要这个哦？那到底什么要怎么用矿物啊？舰长，我们看到从地上伸出的矿物边缘这样闪光。解读，我是聪明的舰长。哎、欸，这是不是有靠边、啊？完成任务三次成功，耶、yeah! ！帮助外星人慢慢恢复。好了，你先休息吧，辛苦你了。理智疯癫，袜子还要一天，全员喝汤。他这也疯了啊！什么笑脸啊？你休息啊！你给你玩这个啦！啊，老鼠！你知道晚上从通风管里面会有东西的东西吗？这老鼠这种的，拿书扁他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修理。我的台是不是有延迟啦、啊？哎、欸，他好了。主人关于鼠患，你这个认定是产生了那种，然后我在手册中找到你木化的东西，用原出去。战胜了疯狂，那但是我们这个又没有了，傻眼，再做一个。那再来的话，啊，你好了没啊？强烈的地震，我们脚下的。一个微爆弹，还是到上面。哇！我是天才！等一下，我的属性是不是变了、啊？天才啊，不一样啊！杂技员、天才强壮，哎、欸，是不是都满了啊？囤积狂、警觉满足，什么囤积狂，难听死了！未爆的核弹。哎、欸，你好了，那出去探索啊。我们需要看一下哦、喔。在这边吧，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灾害级别，所以不用。其实不用带东西过去，哎，带这个就好了。哎，我们再带一个神器好了。问楼安安。哎、欸，我那个我高中同学一个名字也是念文，然后因为他叫建文建问，所以但是就很多念法都会故因为太难念就自动变成二声嘛，就变成建文这样子，所以温，哎，不好讲，我闭嘴。
谢瑞宇的25颗星星，下午好。你终于搞清楚应该如何。袜子完了，完成。我想升级它。可以回收这个。一艘外星人飞船正在靠近我们，通通。打败舞动王国的部落吗？跳舞喽！靠呀，你饿不饿啊？哦，你饿了。不是啊，不是剑啊，是我的高中同学叫卢建文，不是，不是说你啦，你接受了我跳舞王宫，在外面捡了十颗，加了，你吃饱了。哇，没得选，制造回收，哎呦好大声哦，中间念作俊，有水念俊，没水念瑞，中间的念俊，啊，你那念俊宇哦，啊，对不起，俊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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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很多人也会念错啊？因为有边念边呐、啊，没边念中间呐、啊，没中间念上下，没上下自己边啊。哎、欸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有点久了哎、欸。升级袜子玩偶，这个好了。通讯，通讯很重要。这是军训老师教的，当你遇难的时候，通讯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你们也太有礼貌了吧？跟着打招呼，你们是神经病吗？哎、欸，他不饿哎、欸，天啊！反而是你在饿，你在饿什么的？哦，真恶心！还以为浩劫之后只有蟑螂能活下来，只是个俗套的梗，看来。我们有一家六条腿的朋友正当、来啊，猎虫行动，有看过？火星异种？哎、欸，不能再去其他地方了吗？小镇，看起来就外星人啊。疲劳，好好休息一天，休息一天，休息一天。有礼貌是好事，是你们最棒了。蟑螂留下纸条，你们的汤我收下了。那小。拉向你吧，走过去，你东西还是要拿过来啊。好，隔天，明天啊，再让他出去。
减一个加十个加五个，你估计他掉进去了。又是一个冰箱，一个空的冰箱，至少有个炸弹在那。哦，请你停止跳舞，听我说话。这个有外星人，然后带枪，朋友。升级，什么东西？是说我发现分析的 DC 是不是很不热闹？我有 DC 啊，没有是晚上到凌晨很热闹，北七哦。我只进了赖群，没进 DC。没有啊，每次只要有新来的，我跟他讲说小心兔窝，有些神经病，不要跟他们太好。可是那些神经病就很像嗑药一样，会去接近你们这些新人。就说来嘛，来嘛，来嘛，这边很欢的那种，要逼你们吸药一样。像最近他们都在封那个啊，食物语啊，就在也在逼人吸毒。啊！我在食物语，我抽到我的第二十抽的那个真是那个北京烤鸭，然后就把游戏删了。你没有，你都没有，我也是新来的啊，没有是加入赖群之后啦。欸靠，我没看完，哦没事，没有什么。可汇报的舰长，我建议你，舰长，你建议打哈欠的时候捂住嘴吗？我，没有，我反正我也只是就是真的是抽好玩的，哎、欸，这太多了啦，到底是，哦吼，它变大了。有多嘛得？你该不会又饿了吧？啊，你再饿一天，太容易吃了吧？你两个玉瓶都……哦，不是真啊，是玉啦。等一下，它是什么姿势啦？我跟你讲，通常这个姿势，要么是想尿尿，要么是那种事情。嘿，昨天看起来就很难撑一天，你把……好啦，你饿了。那再来制造。我在衣服抽到重复的玉瓶，我很难过，还是毒的。店长，你之前呢？就是蟑螂在哪上去啊？别的这个，好啊，跟蟑螂谈谈。哎呦，嗨，彼得生意家 ，Hello。把小佛一点点进来哦，你觉得我们最好的消息？拿胶带封住他的嘴。给你玩啊！艾琳安安。啊！不见了！我帮助外星人恢复哦。OK， 我们的面具没有了。等外星人从……他还会回来哦。
华没有，我们没有面具的。欸，他该回来了吧？他不回来，没有材料啊。水晶巨龙，大眼蛇，拿枪。好，休息一天，明天要让你再出门。想吃麦当劳，可是医生叫我不能吃炸垃圾食物炸嘞，然后才发现说他还叫我不能吃巧克力。那最近的早餐还吃巧克力吐司啊，昨天又吃了金沙啊。